没了吧？那儿有冠军啊？我们这儿不是有什么发展地方哦？讲到这个胯下，那个西方骨骼讲完了哈，叶绿体刚是没有人问了，但叶绿体有问题，好像没什么问题的。它其实这个部分呢、哦，你们知道我以前在读生活，觉得很痛苦是吗？基本上我们考就会考一些类似五倍的，请问一下，这个粗，譬如这样，粗糙内质网表面看了什么东西？它是用来制造什么东西？类似这样，你就可以痛啊，就很辛苦，要啊背起来。现在不是选择题。那我现在其实我们要考讲说怎么导出题，我现在讲说，其实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章节，它重点是让你带着你去知道说细胞怎么结构，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假设你现在不是说我是以这个生物为我主要的发展方向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有一天你想说，哎，我想知道高级是主要功能什么时候，你知道那我去找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我记得它大概是什么东西。那我可以去那边找资料，这样懂意思吗？我没有说我们要把它背起来去配合考试，但是这些东西的目的都是让你知道说，我看过这些事情，那我知道这些东西它大概在哪里有出现。那我如果想查更细的资料，我查会不会出错？都是给你们参考啊。看书的目的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去理解它，重点是让你帮助你未来找资料的时候不容易找错。OK， 好，接下来呢？对，有问题没有？就进到第三组了。陈冠元同学，各位第三组，有没有问题？物质对，没有，你们可以不用讲，如果你们有具体要讲的可以讲，或者你们先看看第三组，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不然的话就人家问你问题啊。好，有没有问题？第三组。物质通过细胞膜的运动，啊，第三组，讲一些运动，对对，讲一些运动，看得非常好，没有问题，所以你都懂了，太好了，来，第二组可以问第三组问题了，什么是类固醇？类固醇，你要翻前面课了。你问这样问题很奇怪，类固醇。类固醇这种可以是，会请翻前面课本。会减缓心脏方面增长，但会把脂肪里面不要重量是减缓心脏方面的一些东西。类固醇呢？有一点多。不，那个类固醇的，但是美国的那个红色类固醇吗？啊，是那个省会议的一个药物。我看到了。类固醇在那个38页这边有，那就是提到类固醇。类固醇是可以说是，它有几类啦，像胆固醇也是类固醇的一种啊。对。然后像是那个什么睾酮素。睾酮素。对，睾固酮。睾固酮。还有那个动情素，就是也是类固醇的一种啊。睾固酮跟动情素。好。我们别的国家都第三组的。睾固酮第三组。睾丸有关系，跟睾有关系觉得恶心吗？不是，一个是明显的指出了你的睾丸，所以叫做动情。为什么查那么多呢？其实你要讲动情，有些人觉得恶心。不是、啊，不是，意思是他们又没确知道你的身体器官，他为什么叫子宫？应该是说他早期可能要发现这个物质，他发现这个物质的时候呢，他可能在睾丸，他发现睾丸，你听我讲，他发现睾丸会生产这些激素，啊，那他其实当下他不知道这是有动情的效果，他就说这是睾丸做出来的东西，觉得睾固酮，可是后来他发现睾固酮实际上对我们的男性来讲呢。的性特征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相关的时候，可能你被匿名啊，所以就影响你。可是现在等到
这种同样类似的东西，当中有另外一个东西，它对女性来讲有类似的效果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因为它可能是不是那么普遍说固定在某个地方产生，或者是它的已经知道，就也许有的固定产生，不是固定产生，它可能产生物质，像我们很清楚在睾丸发现，啊，它可能在子宫发现，它在卵巢发现，它在什么地方发现？你怎么说这是一个什么的？我说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发现，哦，那你到底要讲什么？最大的反应。那 OK 啊，那大家已经知道原因了。他说这东西是跟动情有关，跟比较动情，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同一类研究到一样？就是男性的跟女性的长得不一样啊。这俩功效不一样吗？当然是功效不一样啊，因为你可以试试看。啊？对啊，如果你要变性的话，你为什么打女性荷尔蒙，或者要打那个男性荷尔蒙？那打男性荷尔蒙就要类似睾固酮嘛，就像男性荷尔蒙一种。因为我什么性别没有差别，所以一个占了一个性别照看。类似两种，那就是它两种东西，就它是两种东西啊，对吧 ？OK。睾固酮很普通啊。那你要普通一点。那我是偏高。好高的。你打算把高分打出来？对，高。不要这样，那你又想干嘛？这干嘛？你上次变高冷了吗？当坏当坏。这个看一下。清水有高冷啊。高。哈哈。你要是高水冷，你记得让他前面有，你这边听过的相声有几个？只有两三个而已。听过相声有。清水有高冷啊。哦，那个。很高，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脑子好了。好了，回来。第三组的，那么别的问题要问第三组的。对，深度对，问点有深度的问题。你想干嘛？走开。问有深度问题。对呀，需要你啊，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交给你。官员醒醒啊，来，快点。有一个有问过的，打的不是，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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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什么问题，所以非常简单，那就我问问题啦。啊，因为它其实有几个主要的运输作用啊，哎，简单的扩散没有问题吧？简单的渗透也没有问题，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促进性扩散作用。就是促进他们，就是加速扩散作用吗？我不太确定。不是吧？如何加速？因为它可以通过蛋白，蛋白质，通过蛋白，不用去走那个扩散作用。等它如果不走那通道，它可以过得去吗？有些可以。对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如果可以直接通过去，那就直接通过去了。像水，那直接通过去没问题，就水就可以。那我们讲的当然是，对，那我们现在讲的当然是就是说针对那些进不去的啊，对，它需要透过那个孔，就是需要那个蛋白酶孔穿过去的那个地方。好，它协助它穿过去。那如果没有蛋白酶会怎么样？它可以渗透吗？就进不去了。就没办法渗透，对不对？它就被挡在那个膜里。啊，所以它不叫渗透，它叫扩散，促进型扩散，比如说。正常来讲，它是连扩散没办法扩散，可是我有洞，所以它可以从这边扩散出去。哦，啊，它会有血。对，它有血。里面有，我们作用就是可以让。啊，你说你从混。哦，是在就是子宫运输的阶段，他说那个那女子帮助，或者他的对抗浓度。正常来讲不是就是会从浓度就是浓度低的和浓度高的会那个应该是浓度高的会先到浓度低的那些食材。那这里面讲的对抗浓度差距意思就是说它可能可以从浓度低到浓度高。这样说也不是很确定。好，浓度高浓度低嘛，哈。对。正常来讲，假设这条有边有一条隐藏的线，看不清楚的线的话，那请问我们的物质会怎么扩散？
扩散出去，对不对？对。它就叫扩散嘛。可是如果这个膜稍微粗一点的话，就比较这个东西过不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往外凸起。会凸起，好，这样会再凸起。然后嘞？然后嘞？然后你这边压力很大。这边压力很大。它就是在用来。这个膜，我现在有个膜，这个膜是这个物质过不去的膜。对，压力其实不会很大、啊。这个力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压力是因为压力是后面才产生的，在开始，如果这个液体高度都差不多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压力的哈。对啊。这个膜就是膜。对啊。可是后面凸起是没有错的，那凸起是别的原因。对。凸起是别的原因造成那凸起哈。嗯。好，我先问，假设没有这个膜扩散没有问题，这个膜都会发生什么事情？挡住了，所以这个粒子过不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其他那边就是了。从其他地方进去了。我们刚上一节课讲半天，我说你们很厉害，都懂了。就发生这个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就渗透。渗透，谁会渗透？刚刚那个水不是讲渗透？啊？左边的水会渗透。那我先说一个。哦。这个在渗过来，对不对？所以这渗过来之后呢，这个高度就变高了，这叫做渗透压，它就形成一个压力。好，那就形成压力，所以这个过来一个平衡值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渗透压在那边。好了，所以这还是我们现在问题了，就当这边的浓度高的时候，它里面那液体过来，对不对？会把那边稀释掉。那什么叫做主动运输？什么叫主动运输？其实刚那个轩宇刚讲了一部分，对，它怎么样让它控制？我这边可以回收，就是现在刚子龙问的问题。他们是什么问题？对，这是青蛙的表皮。对，青蛙要维持它体内的盐分高嘛，钠离子要比较高，对不对？它怎么样维持？蛋白质高。它上面有蛋白质，对。那它很特别是什么？它特别是它上面有一些东西，这东西它可以吸收钠，它可以把钠抓进来。所以它没有错，它水可能会渗透进来，水渗透进来浓度降低了嘛。嗯。等它维持高浓度的时候呢，它怎么维持？它的膜上，假如说水进来，它就会被稀释嘛。对。它所以它东西也是把盐分的东西拿掉。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类似防腐效果，它就去抓环境中的钠，它就把环境中的钠抓住。那抓不到不就死了？啊？抓不到不就死了？对啊，抓不到就会死了。所以它很特殊啊。实际上，你大部分水分里面多少都有钠，只是多或少而已，所以它就可以去把钠离子抓进来，它可以维持它身体里面的盐分，啊，那种叫主动运输哈。哦。对，它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帮助的效果，啊，就是它帮助的效果。OK， 知道什么？我搞到这个东西没搞到。谢谢你。限制它们出去，让它可以。所以这个作用就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假设以机械式的概念的话，它就类似像什么逆子阀。啊，我从这边打住，它这边过不去，可是我只会从这边过来，所以我只要抓到了，我把它收紧，抓到就把它收紧。可是我这边多了出不去，我打住了，让它过去。像气球嘛，有一些那个气球里面会有，就是充气的东西。对对对，像篮球就是啊。篮球你打气，里面压力很大，可是你气进不去嘛。虽然这东西是要能量的哦，没有错啊。你看，像一个气球吧，篮球是粒子阀。对啊，粒子阀。所以篮球的里面的气体压力是很大，你把压力很大当成它的密度很高，浓度很高。那正常来讲，它浓度高就扩散出来，它这样就跑出来。可是我如果像那个打气孔，就像是我们的这个
叫做这个离子棒不一样，它那个打气孔，我开始打气的时候，我是要给它能量，才能打得进去。所以它的功能是，我抓一个粒子进来的时候，抓一个离子进来的时候，我是要耗能的哦。我每抓一个进来，我会耗点能量，所以这个主动运输是需要耗能的，好，那能量消耗掉。那其他这个就有点像打气筒一样，打气的时候就要消耗能量，主动运输嘛。什么题？什么题？就是整个生活中就这么多的。再讲一遍。嗯，就是生活中。这算是这算生活作用吗？这不是生活作用哦，这是类似于主动捕抓，我主动去捕抓一个粒子进来，啊，主动捕抓一个粒子，我需要钠离子，你就把钠离子主动抓进来。可是抓的过程当中，我需要耗掉能量，需要给它能量，啊，所以它会消耗能量，啊，它就做这种消耗能量。好。那最后一个效果，最后一个东西叫做包式作用。什么是包式作用？包式摧残。包式。包式王朝。跟老包没有关系啊。包式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比较大的东西直接吃掉或者。它怎么直接吃掉？包进去。包进去。举个例。人家直接包进去，没有做到直接包进去，怎么包啊？像那个白蚁把气吃掉，白蚁怎么吃？好像宝宝阿卡瑞哦。阿卡瑞他吃看不出来啊，他直接就不见了，就在黏进去了，不一样。我的印象里，当他又要吸的时候呢，他改变外层，他外层，他改变外层，他变成。OK。然后他的嘴巴，你把它粘住了，然后心就可以再来救，然后心就进去。啊，这是我们的细胞哈、哦，假设看到一个小细菌在这边，它这样快包进去的，它就要包进去的哈、哦，包到它细胞里面，这叫包式作用哈、哦。包进去之后，它要想办法处理嘛，它先把它包进来再说哈、哦。包进来之后，它就变得，因为它比较大物，它没办法透过细胞进去。哦，是不是有什么细胞进去，要把它把它变成什么？就是像寄生在里面一样，然后帮你们附近很多它的小东西。我就插进去吗？不是一个圆圆的吗？那是艾滋病还是什么？寄生虫。啊，同学。寄生虫。你如果愿意的话，就从头参与哈，不要让主管好抓一个点，要那是病毒，好不好？病毒哦，啊，病毒它在附近那边呢。OK。所以呢，包式作用，其实我们包式作用跟前面有讲到一个叫做包屑作用，记不记得？在五十页讲包屑，什么是包式？什么是包屑？包式大概就是，对，对对对，包屑就是说，比如说它，我们刚前面讲的说，不是有溶胶体嘛，或者有些囊包的东西，它是让里面消化完的渣子啊东西，它就会一样透过细胞膜，就慢慢堵到细胞膜旁边。它这个小的一包，它还是有个膜，对不对？它的膜会跟里面做隔开啊，那膜跟细胞膜就会产生一个融合现象。融合完之后呢，它细胞膜就打开，打开之后就把里面东西排出去了，就叫包屑啊。所以同时间我们在产生这些里面的包气的所有的膜，都可以是我们细胞膜的成分哦。它实际上成分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它可以互相转换、互相融合。老师啊，哎，你说。做什么一个习惯？是。假如把安康鱼当成细胞的话，哎，那安康鱼都会用你的胶片，就有点像包屑作用。对啊，对啊，是没有错啊。它会把人吃掉吗？对啊。对啊，它会把它融进去。会融掉。它会被吸收掉，会被就跑进去。我可会在你的这些石头基础上面，就是说，它也会融到它身上，感觉超恶心。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其实简单来讲，我们吃东西也算包式啊。我那就合起来，吞进去了。对啊。它是在身体里面。它在身体里面被溶解掉。对，那实际上你看所有的。譬如假设讲说蜘蛛啊，蜘蛛吃不太对啦，啊，不会咬嚼的动作的。对啦，那只是我们，但是前面我讲前面嘛，前面你把它吞进去、咬进去之后，它就到你的体内，啊，那你再换个角度讲，看像那个，那什么，蜘蛛在吃东西也一样，它先把东西包起来，对不对？包起来之后，它打酵素进去，然后吸出来，吸完之后，它东西不要了。就好像今天这个东西被它
包进去，包饰进去，对不对？包里面它变成是细胞里面的一个小球，它开始里面被它打酵素进去，开始分解它。分解分解完之后，所有的养分全部都扩散出来，因为从那个膜来扩散出来，扩散到了细胞之后，剩下渣渣不要怎么样，就要包细的排出去。啊，实际上是你要想这个单细胞里面跟我们多细胞的生物，实际上很多作业是很大很强烈的哦。好，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终于回到第一组。有没有记？第一组要讲三次回声这些话，因为三次又只有一小段。三十六跟三七，其实三十六跟三七，三十六是在做一个总复习啊，我就是总复习啊。来，有没有人？第一组有没有问题要先讲的？正坐，看看。好。刚才照顾什么了？告诉他，他没有问你能不能使用手机。没有说他没有问我可不可以用手机。告他。哦。不可以。乱告子龙嘛？啊。你没有告我。啊。恐吓他是要告你。你恐吓我。我没有恐吓，你不要告。他是要告。好吧，他是恐吓的。好，快点啦，第一组。第一组问题。对啊，没问题啊。他就只是把前面讲的三百讲一句话。你要讲三十六跟三十七哈。这是我要讲的。他们才是你的主编。我是一组的，为了说你是组长。没有，他们一个是组长，一个副组长。好，我是组员。那谁组长？浩天，浩天组长。好，组长。组长说话，组长叫组员报告。他说完了，海。快点，第一组的。有问题？没问题。你没问题啊？都没有问题。等一下，都没有问题。好像还好。那浩天有问题？好，没问题。来，同学有问题。那个，他都没有说每一个包系都不会独立完成独立作业，然后依赖其他包系的作用以完成特殊功能。对啊。假设你现在要走路，所以你需要非常多的细胞同时帮助你，是相同的道理。它下面有粒子啊，只是我说有没有别的粒子啊？就是它要出门的话需要坐车之类的这种，就是需要依赖别的。它下面是说那个啊，粒线体的功能啊，它需要依靠旁边的高能量物质，也就是脂肪和多糖，然后之类的那个基因指导。然后它是合成蛋白质，对啊，所以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别的，哦，别的例子，因为这个是比较那个容易理解，可是，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刚自己讲这是一个总和的章节。简单来说，我们说叶绿素可不可以单独存在？对，是。我们叶绿素如果从细胞里面，从植物的细胞里面拿出叶绿素，放在一个即使有养分的环境，那叶绿素还不会继续工作，会不会继续工作了？切上去就不会继续工作了。为什么？它会工作啊，它只是活不下来。活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产生生命。所以它可能有功能，但它不会复制，不会繁殖，不会新陈代谢。应该说，我觉得应该说，你把叶绿素拿出来，叶绿素的功能是那个，新陈光合作用的地方嘛。嗯。然后，无形波。
丧失一些部分功能。例如，它会进行光合作用。对啊。但是它不会有储存能量的功能。它本来就没有。对，所以我就把它抽出来。对，它独立工作就会做不下去，因为它会像跟地线匹配。它变成一个。我说它可以吸光合作用。可以啊。只是它没有办法活下来。他没有办法，就是一个运作，假如画成一个圈嘛，因为它是一个循环的运动啊，它可能会绕到某个位置，然后它就上不去，而且上不去就不可能再沿着它继续绕圈。OK， 啊，其实这东西如果这样讲的话，假如它还是一样可以发电。我们现在讨论东西，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你知道在讨论什么吗？不知道，对，不知道要问啊。啊，不知道问，那不然的话，你就会不知道，就越来越变化，你不知道哎，你在讲什么，你就会啊，好像是你在聊天一样。就像我们在讨论议题也是一样啊，在知识会讨论议题，有时候讨论到面是，因为我们不会两个对话，今天前，啊，他们两个在聊天，其他都没事做一样，不知道干嘛哈。所以你呢，随时让自己想说，他们讨论的东西，你到底知道他们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要问一下，你们在讨论重点是什么，你才可以有参与感。啊，那不然他们两个一起讨论，那两个人要去外面开房间先讨论。对，看房间。好啊，去找个房间讨论，不是那个意思，不要误会了。啊，去找个房间讨论。啊，否则如果是大家在这边一起讨论的话，你就要随时当地有参与感，要问他们问题。你在讨论的东西是啥？所以刚刚讨论什么知道吗？发电厂啊。发电厂。我们刚刚讲的是液育体可以单独存在，他这边讲的是说包气不能单独存在嘛。哥本举的例子是，哥本举的例子是什么？他举的是立线体不能单独存在，对不对？因为地线体它需要一些不同的高能量的物质，它就很像是说，一台车你要动需要，可能要两个以上的东西来放进去。我用动能去发电，可是假如你没有给它一个那个电容的话，它就电发生动，你就让动能产生，像你下坡，然后你可能它转速轮子转速很快，那。做一些设计，然后让它可以把你在上面装的灯泡会亮。当你到平地以后，因为你没有电容，所以其实过程中那个电它没有存下来，所以它就变成那就不见了。到平地之后，那个电就不见了，因为它就散成，又变成热能啊。那变成热能。到平地之后变成热能。哦，那个电，它那个电因为全部它都流掉了，对不对？消耗掉就没了。消耗掉就没了。类似，所以它就不会一直绕圈。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说一个细胞本体的功能是什么？一个细胞的功能主要功能是什么？一个细胞主要功能是活下去嘛？好，一个细胞主要功能就当做细胞能活下去，具有生命的功能。那往里面看，每个包器有独立功能。比如说，高级身体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修饰蛋白质，对不对？高级是产生糖。对，产生的方式是它的工具，那它重点在修饰蛋白质，它把蛋白质修饰成蛋白质。好，那那个什么，那个内质网主要的功能嘛，产生蛋白质，对不对？或者是像是内质网蛋白质啊，不是那个蛋白质啊，它是靠内质网产生蛋白质，合成蛋白质啊，它是核糖体吗？对，它是内质网上面核糖体，对。或者是像一般来讲，假设是平滑内质网的话，它可以产生一些像是胰岛素，或者像是唾液的东西啊，它可以产生分泌一些酶，啊，淀粉酶啊，或者是消化酶啊，它是从平滑内质膜产生的，所以它是不同的东西，都是产生蛋白质的，都是产生蛋白质，产生东西不一样的。好，那像比如说高级身体，我们刚讲说它是产生修饰蛋白质，比如说像是立线体是产生能量。像是液力接受阳光，把阳光做转换，这是每个包器的功能。在这个总结里面，他说每个包器如果单独的话，它就没有功能。也就是说，譬如说立线体，应该说所有包器的功能都是为了让这个细胞对下来，所以它的单独存在是有意义的。对，它单独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现在讲的是说。它单独存在就是没有办法作用的，对吗？它就不是讲说在哪里，
每一个包器都是独立作业啊，他们依赖其他包器共同完成特殊的功能啊，就是他们彼此是，因为这里太小了，你想要再把它独立出来，可是它已经没办法攻，没办法有作用啊，没办法有作用。那这是其实演化了，它有它一个生物的东西，对，这是演化的过程。你其实你要往后看哈、啊，如果说讲37的话，如果你要综合起来讲，36跟37有什么差别在？37它讲到演化跟适应。他讲到叶绿素或立腺体，它本来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独立细胞，好，也就是这个独立的细胞它本来是可以独立运作的，可是当它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时候呢，它已经失去它原来独立运作的功能，它就没办法独立运作了，啊，差别在这里，知道吗？啊，所以它现在讲到它能够独立运作，在一个细胞里它拿单独拉一个出来，它都很独立运作，因为它需要很多零件材料都是靠别的包器去。但是我独立出来的，它没有本身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就运作不下去。就像刚刚陈毅讲，假设立腺，假设叶绿素是一个发电机，立腺体是它的储存电能、储存能量的地方。你现在把它拿掉之后，它顶多只是发了一下电，可电如果没有拿去用，电就不见了。啊，就是就像你现在手摇式发电机，摇一摇，它正在亮，一停真的不亮。它没有储存电，而且它的整个完整的功能就不见了。这样一想 ，OK， 好，耶 ，OK， 那么别的问题，那么别的问题要问第一组的，怎么修正我们的上课方式呢？那、啊、现在不是慢慢在修正吗、哦？就是这样。我每天要报告啊，我们刚刚这几个，这两个到目前都没有这样来报告过。是你不要发现我们效率变高了吗？你呀。OK， 好，很好，对啊，够了，好，这声音不一样，这是清纯吗？对，所以有传世人，那个，什么意思？啊？那个，哪位叫传世？什么？阿姨说你们在有传世的清纯，所以你们去跟他去开房间吗？那我接下来再睡。是一种不屑的表示而已啊！啊，是亲密的表示，可以。我觉得可以吗？那个 OK， 回来。在演化跟适应这边呢、啊，演化跟适应这边，我们有讲到说细胞的一个演化跟适应。那个同学对这部分有什么其他疑问没有？想法？哦。三分钟。没有问题。内部什么？内部共生，好啦，第一组我们要解释的。内部共生，那就是本来有两个细菌或者细胞，不能称为细胞，有两个不像现在细胞的生物，就是原核细胞。啊，对，原核细胞。原核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撞在一起，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或是成分上面，然后一个就被另外一个吸进去，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些功能上是重叠，但有一些功能上是没有重叠性，然后因为他们刚好被利用对方的功能来帮助你活的，帮助本身活得更好，所以他们就共生，然后原本重叠的部分就慢慢退化。你听懂吗？有。OK。所以，我想问，细胞有没有那个，就是思想？不知道。那为什么会选择共生？没有啊，你这样就要问说，人类大脑在思想是有什么东西？等于说，为什么他们会共生？因为你只，所以它只真的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他就直接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把它解释成现象。他知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只把它解释成现象。我们现在只是，其实这个整个自然界太多的未知的东西，我们都是现在靠人类有限的自己在做。所以是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物理推测。我们怎么推测？我们用现行生活上很多看到的例子来做假说嘛。因为你看到这棵树会跟别的像那个什么树跟树会接在一起，不是接在一起，就有一种树会寄生在树上面。有那边有、啊，
啊，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叫做。小花曼这个是遮住他们机身，那个是。对对对，那个树就是。动身比较像是小丑鱼的感觉。对，但是很多其实一开始要变成动身之前都是机身，都是类似一个机身。那简单来讲啊，我们身体的肠胃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细菌，它们寄生在你身上，因为它对我们来讲，互利共生吧。我们先讲寄生啊，对他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会对你的帮助啊。那个小细菌，你会觉得他知道他对你有帮助吗？他只知道他要的东西我们有，人家不知道啊，对，不知道他对你，但他只知道说，在这个肠胃道里面，我有很多养分可以吸收，对不对？因为你会不断的把养分丢进去嘛，所以我在你的肠胃道我活得很好，因为那边有很多食物、很多养分，所以他可以活得很好，所以他只寄生在你身上。而对人类来讲，慢慢的你人类也在进化，你进化到你也可以从他身上获利，怎么获利？它会排泄，对，它的排泄物就是我们需要养分嘛。比如我们想要吃一些东西，比如这些我不好消化的东西，就你发现你肠胃道的细菌很多的时候，你把它消化很好。但是最有利的可能，人类肠子可以利用这些细菌开始消化纤维，已经目前还是没办法消化掉这些。啊，大部分纤维素是没有办法被消化，因为纤维素很难消化，会分解，很难。消化跟分解差别在哪里？同学，它没有办法完全分解，但是只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分解纤维素啊。没有吧？消化的概念是你把一个很大的你分解到够小，小到你能够吸收，你这样就能够消化。然后分解是 okay, 只是分解。对啊。可是你想啊，我现在有能力把它分解成两半，为什么不能分解成四半？因为它就已经跑掉了。那时间的问题嘛，我这个酵素，我如果可以把这个分子分解成两半，我就有能力把它分解成四半啊，不是吗？既然是分解，那我分解成两半，我可以分解一点点，我可以分解不要从中间分解成两半，我可以从中间分解一点点，没有问题。不是啊，这是我们讲几率问题啊，所以我在讲分解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变，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附带有消化的功能嘛，所以通常来讲，我们讲每酵素。它帮助你消化，通常因为酵素具有分解跟合成的功能，在分解那一块就是把它消化掉，在合成那边就是你身体的修复或者是产生新的部分啊。所以这些纤维素原则上对我们身体的非常对，在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里面，我们很难分解纤维素啊。其实像牛、像羊那些草食性动物，它就可以分解纤维素啊，所以不一样。不能分解，它就不算是草食性动物了吧？对啊，对啊，对啊，那其实他们也没有完全，他们没有感觉。有些是吃草，是因为他好像要做那个什么协助消化。我是对，实际上他还没有，还没有办法完全消化，它是消化一部分，大部分纤维素大部分是拿去排除掉。大部分纤维素是排除掉，因为纤维素实际上也很多种类啦，因为那个组成结构也很多，所以大部分纤维素还是排出来。所以像很多边疆民族，他们拿那个。草食性动物的大便去做冬天取暖的，对，拿去烧，对，拿去烧，他把它做成饼啊，然后晒干收藏起来，拿去盖房子。啊，尤其是草原性。有啦，有拿去盖房子了。对啊，有草原性。因为像那个草原地区的原住民又不明，他们会做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树可以砍，他没有木头，像那个不用南美洲那个新疆啊。那个或者是蒙古啊，那边都是啊，啊，他们就拿那个动物的大便去收集起来。我就用一袋蒙古人掉。啊，基本也有的，对，小时候也有啊，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养牛的，他就捡牛大便啊，去烧啊，晒干就可以烧了。会有它特殊的味道，这是我们。对对对，一样没有。像我昨天看一个文章，我觉得很不错，我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他就一个双胞胎，他们研究什么？所以我们去今天这个吃哪个吃肉？有一个吃哪个吃肉？哎，我分享了，我看过了，你看过？一个吃哪个吃肉？他是很特别哦，一个吃哪吃肉，说他们研究说到底吃哪好吃肉嘛？没有，他是说吃哪一个容易胖吧？那重点还有他们测验很多东西，他还有测验说好不好？你说。就是两个兄弟，双胞胎兄弟哦，同卵双胞胎兄弟，所以他们的基本上 DNA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吃糖，他们时间一个月，那个月只吃糖，
我们讲肠，就比如说喝可乐，吃一些糖分很高的东西。那他这样子活得下来啊？就很腻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吃肉，吃肉的应该也很腻。刷牙，治疗跟吃糖什么关系？只吃肉也很腻。只吃肉也很腻啊，他就分析说，你吃糖，你之后你的脑袋比较清楚，还是吃肉的比较清楚？哦。啊，吃糖吃肉，你的肌耐力还是比较好。吃糖吃肉，你的耐受力，饥饿的耐受力还是比较好。同时间你吃糖我吃肉，对不对？那隔了3个小时，我们应该都饿了。就是拿第二餐饭啊，你要吃的时候，你吃的多我吃的多，那比较多，就看你对饥饿的耐受力。所以他们作息都一样吗？作息基本上都差不多，他们两个都是医生。我认为那个耐受力吃肉很重要，然后从那个心情层面来说，自己肉吃肉比较好，心情层面。我心情应该糖比较好，我再吃。OK。但是智商还是用肉比较好，肉智商。没有，智商是糖。我上次有看到这个报道。你有看到那个报道？我有看到，但我没有点进去看。我有看到虞姬好像有发我。啊，所以那是人。他其实很有趣啊，你认为吃哪个东西糖尿病会比较容易发作？糖啊，不对，应该是肉。为什么？就是说糖尿病有糖吗？这个糖尿病其实不是重点。糖尿病就是他说是那个糖分摄取失调啊。糖对，主要是它是分解糖的。分解的。它要开血糖啊。对。那血糖的平衡的那个，对血糖的，不会达到平衡，就是。但是让他的患一个月之后吃肉的那个兄弟啊，他基本上离糖尿病只差一点点，对，就是说假设一个指数，他要看那个体内血糖的指数多高，高那个指数就叫糖尿病，啊，他只差一点点，吃糖的反而 OK 没事。那他们在分析说，因为吃糖的人啊，因为他本来他吃很多糖，所以身体的胰岛素会很自然的去把糖给消除掉，那个血糖变低。所以他的血糖变低，所以他身体胰岛素一直不断的在调整，他变得很活跃。但你常吃肉的人呢，你身体没有糖，所以可是你身体不能没有糖，所以你的肝脏强迫去工作，去制造出很多血糖，是从肌肉、从蛋白质合成。那我糖呢？所以吃肉的，只吃肉，他应该变比较瘦。他也瘦一点，就相对来讲瘦比较多，但两个都瘦，只吃糖的跟只吃肉的都瘦。一个是营养。都是营养不均衡，但是两个都瘦，但是只吃肉的，他的身体就对糖尿病来讲的话，他反而比较危险。只吃糖的部分反而 OK， 好，那身体的耐受度来讲，比如长肌肉，然后吃肉给长肌肉，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反而他消耗掉更多的肌肉，因为我们身体的运动需要血糖，可你没有糖，血糖给你要储能量，可是你身体没有血糖，所以它开始消耗你的肌肉。他把肌肉拿去分解，把你的肉拿去，所以就变成吃的，让它反而更瘦，消耗掉的。啊，那因为肌肉这东西，你吃了之后要补充，变成你的肉，要有一段时间，它没办法。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挺有趣的，这个你刚研究一下。我觉得整篇文章报道在分析吃糖跟吃肉的影响是很有趣。所以他是说，他里面有简单讲说，基本上你在想要减肥，或者想我们之所以变胖。人会变胖，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食物都是50%的糖，50%的油。哦。所以一个组合的东西，反而让人变胖，而且变得不能动。啊，那所以他说，其实可能应该我在餐厅还没有下结论，但是我在餐厅应该是好的饮食，应该说，我可能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全部吃的是蛋白质，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吃糖是没有问题。他比较好统一做一样的事情。对，就是你不能不要尽量不要 mix， 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去麦当劳，我点了。太饱薯条、可乐，我得说它是健康食品，都不是垃圾食品。但是呢，假设一起吃，它是垃圾食品。应该是我先吃汉堡肉，先吃完，然后隔一个小时再喝可乐，然后再喝可乐，等类这样分开啦，就不能一起做。先吃汉堡肉，类似一个小时再吃汉堡，外壳，对对对，吃生菜。实际上你要想那个面包是淀粉质，淀粉质算糖类。啊，我刚刚讲糖类、糖性的食物，去包含像淀粉之类，都算糖性的食物。比如说，它是切开的，你吃肉的就全部吃肉，蛋白质啊、肉类这些东西。吃糖就是吃果糖，吃白糖、砂糖这种糖。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他不能吃素还吃肉？这
的已经看过了。吃素跟吃肉。是因为肉类或糖都是大家印象中认为会导致肥胖。对对对，他的研究没有错，他研究说，对，他研究说是不是吃肉我就变胖，或吃糖就变胖，他想要去研究这个，就他发现说你光吃糖你会变瘦，光吃肉也是会变瘦。好哎、欸，好。有一个新的减肥方法，你刚刚说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是在破解一个事情啊，他破解一个事情就是说。的迷失。难道喝可乐就是不好的吗？是啊。先破解这个，才会破解这个。他有破解，喝可乐破解。我跟你讲。哎、欸。我跟你讲，因为他其实讲的事情是说，他们光吃肉的跟光吃糖的，吃完之后让你带你去做那个需要脑袋很多思考的那些问题的场所，你不要吃糖。他给你很多名词，让你马上去记，就发现只吃肉的记不起来。因为脑袋的运作很多地方需要糖分，他只接受糖分知道，脑袋的运作很多时候他需要糖分。好，因为他有办法吸收的。对，所以假设你要读书读好一点，你说不定可以吃两个糖果，对。好，或者喝一杯可乐来读书，做一下广告。好，哎。台湾宝自己的一个广告。台湾宝知道。你可以喝一瓶几杯，然后再喝一瓶吃的，两个是你不喝的，把这两个一起喝，然后感觉差不多。混酒会容易醉。